这么鲜吗？我朝哪的啊？朝那的，朝那的，在这个位置。啊？这个位置。这玩啥呢？挖半天，玩错了。嗯。哎呦我去！你看，两个、三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四个。挖不过来了，他们同时进行，咱看看谁先挖上来哈。他们同时进行，看看谁先挖上来啊。这越涨潮了，这东西越自己往外出啊。他渴得上了，他不是难受，他渴得上了。那边有一个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今天怎么这么些啊？现在突然怎么这么多啊？啊，大苗哥，连那个师傅也从弄开了。看看他们几个哈。挖错方向了。等会，保持冷静。你挖浅点。你挖浅点，哪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我反正我挖出一个东西来。没有，那不是。这边一个。哎，那个师傅，那边有一个，赶快挖。那边有一个。找着你，赶紧挖吧，找着了。那边有一个，那个地方，我们倒不出空来了。大表哥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那边又找着一个。出来了，他没出来，那个是不是出来了？那没挖。啊，哎，就你个。对，师傅，我和你说怎么挖，你别这么挖，你跟着我和你说怎么挖，看好了啊，这么挖，听我的，这么挖，你隔着这么远，别铲着就行，就这么挖。对，你那线大，你这么挖，就是贴顺着个洞往下挖，再往这挖。再挖，哎，对，然后挖深一点之后，这个地方直接这么插过来就行了，明白了吧？这个东西这样就轻快了。对，怼它洞就行了，怼它洞，然后就这么弄。对，你怼着它洞了吗？这是那个大爷那个挖法，看有没有，要滑手啊。有啊，你不先把线拔出来，你线是不是插断它了？还在这呢。啊，上来了哈，上来了。美女，你挖一个，你挖，你先。挖不出来。啊。哎，帅哥。帅哥，帅哥。两个吗？有吗？哎呦，我弄上了个泥。这还没等挖完的，这边又给找了两个。对，是吧？你就这样，哎，对，这么弄，一直弄，这不是比那个轻快吧？是不是啊？你看这把这个师傅当驴使了，我去，这还没能弄出来，这又给他找好眼了。哦，那个洞有点深哈。怎么，师傅这个办法好使吧？来看看看，我去，大表哥，看到没有？你今天带这个这师傅，那无形的炫耀，你看没有？都不修。有洞在这里啊！哦，漂亮，美女，又一只超级大的，是吧？想低调，实力不允许了吧？刚才刚来时候抓了那么点小秤网，那现在那师傅看看来，看这秤网大不大？那，嘿嘿，漂亮哈，漂亮。